两个都是主持人输，我想接下来会换我们来主持。这样好漂亮吗？真的，今天穿很辣，对。对啊，漂亮跟丑的都有人喜欢。那样丑真的丑，开玩笑的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以一个男人的角度，他的腿比你好看。先看，哎，我的脸呢？